讨论 AIGC 技术在医疗方面的影响。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数位时代，人工智慧正引领着医疗行业的革命。随着医学检测服务趋向于专业、精准、个性化， AIGC 正成为医疗行业的得力助手，为医生和患者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。今天我们将聚焦于 AIGC 来探讨它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。目前 AIGC 在医疗领域主要涉及四个方面。第一， AIGC 能在医学影像分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通过深度学习演算法， AIGC 能够自动生成医学影像分析报告，帮助医生更快速准确地诊断疾病。医生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详尽的影像分析结果，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有力支援。第二， AIGC 可以在疾病诊断方面被广泛应用。通过大资料训练， AIGC 可以自动生成疾病诊断报告，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识别和判断疾病。这种快速而准确的诊断将大大提高医疗效率，为患者争取更多的治疗时间。第三，在药物研发领域， AIGC 也大显身手。通过分析大量的药物资料， AIGC 能够自动生成药物研发报告，帮助科学家更快速高效地开发新药物。这将为患者带来更多治疗选择，推动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。第四， AIGC 还被广泛应用在医学教育和培训方面。医学生和医生可以通过与 AIGC 互动学习，更好地掌握医学知识和技能，提高专业水准。而且 AIGC 的文本生成能力可用于医学报告、病例描述等，大大提高了医学数据处理的效率和精度。不仅能帮助填补医学知识的空白，还提供更全面的医学知识支援。 AIGC 技术的不断发展将使未来医疗更加精确、高效、人性化，医生将能够更专注于患者的需求，提供更个性化的医疗服务，患者也将因为 AIGC 技术的助力而享受更美好的健康生活。